按照原定的计划来完成的。会看到这个推反分离。推反分离是大约在9:37左右的时候，现在已经是10:13了。对，是它反核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对，这是反核舱调整姿态。嗯，专业化配平拱角。配平拱角。对对，但其实就是为了保证它有个更好的姿态。因为中间有一段信号的这个传递是由这个推进舱返回的，但是中间有一段，因为它分开了之后，它就不能把信号传回来，所以有一段是没有画面。对。但是很快，这次显然更快，就是这也是从我们媒体报道的角度来说，也能看到这种进步。最早的时候，这段时间会显得非常漫长。漫长。对。因为你再次捕捉它的时候，都揪着心，什么时候我又能再看到它？但是像刚才，只是中间一段。很短暂的一段时间，迅速的就接力嘛，就是当你推进舱的这个信号返回的功能失去了之后，但是另一个接力棒迅速的接上。推进舱主要是将那个神舟飞船上本身带着摄像机的图像传下来，对，它也分，本身船上图像不能传下来，但是我们地面有各种设备又捕捉到了图像，所以离这个无缝衔接越来越近了。这次散开的还是很顺利。嗯，应该向你表示祝贺。谢谢。不是向岳涛表示祝贺，而是的确在这儿，我刚才就在想，除了要感谢那五部分的人员，当然也得加上您说的当地的一些这个百姓，算第六部分。对，我想也要向你们三位所代表的背后为整个神舟九号返回过程的所有的这个参与人员得致敬，同时当然得祝贺。谢谢。这是最开心的时刻。对，300多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看到车，整个车都进来了，也都进来了。嗯，因为这就是刚才我们的专家也谈到的，降落的这个地点它不是一个特别平的一个地方。对。北京明白。韩一松，韩一松，我是陆晨。韩一松，韩一松，我是陆晨。你好，你好，季慧燕，观众朋友，现在刚才在呼叫我的呢，是在我们一。